今年十二月十七号来到嘉义吼，林洛乡，我们问陈姐，陈姐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你的雷翁长对不？是啊。哦，因为吼，陈姐吼，我知影照顾雷翁长吼，嘛爱吼，等下拢爱转药啊吼。哎呀，才二十几天，抓一盖药啊，抓一盖啊，什么药啊，什么困药啊，汤药啊，拢爱抓哦，拢有啊，拢有啦吼。啊，会当问这啊吼，因为恁拢抓药啊嘛吼，恁久久也抓一盖啊吼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吼看你的手啊有在照顾吼，啊有我有看到你的鞋啊，脚感无同，这是黄鞋啊种的吼。那黄鞋啊种，大家嘛要种绿色的，谁要种？啊，无这是什么毛病？不晓得。你唔知啊？这长偌久啊？你讲嗯，吼，好几年了。啊，你有弄个专业啊？什么有什么朋朋友介绍什么杀菌剂啊，还是什么药也用嘛出来啊？啊，拢无效果吼，马上效果，什么钙镁啦，什么火，什么活宝啦，啥样个出？啊，你敢知影这什么病害？也不晓得、啊，搞不清楚啊，搞不清楚啊，黄黄的叶子啊，那个就是人家讲讲要好。就准备来出嘞，安尼啊，用足一项，哎，今仔吼来甲陈姐拜访，就是讲吼，恁朋友甲你介绍，讲用我海环保植物元素吼、来喷看卖吼，讲你另外一区有喷啊嘛吼，啊，一区想要来个喷，啊吼，想讲吼无用过，拢搁惊惊，啊，唔知要哪使用，不要紧，今仔来遮吼，是讲吼，因为你即马还袂煮嘛，啊，鱼仔就是黄黄啊，啊，唔是一丛嘞，几啊丛拢安尼嘞，对啊，全区拢安尼吼，不要紧。这样跟他做一个见解，讲吼，即摆手啊黄黄吼，鱼啊嘛黄黄，我搞不出什么原因吼。试看卖，用看卖，我看卖过一阵啊吼，这手啊会甲你讲话吼，看有进步无？迄阵吼，去叫阮陈姐来甲阮讲，有进步无进步，好不？安尼啦，做一个见解哦。好，谢谢。今仔是九十四年的四月三号，搁来到林洛吼，我问阮徐大哥，就是阮陈秀琴姐姐因的老公啊。来时阵我记得是去年十二月。讲恁迄阵吼做一区的雷蒙嘛吼，你开始要用个海环保植物元素嘛？记得我记得吼，大哥恁迄阵的树啊拢黄黄安尼啦。我用控制强调，安尼吼，树有差啦。今麦我拢唔到树啊。哦，大哥以前讲山迄个草，那个杀草剂拢上着紧了。大哥今麦拢改变你的工作习惯。我今麦用喷的啊。好喷的吼，哎，问大哥吼，自从吼去年十二月用到安尼吼，这久的时间啦吼，差不多三四个月啊嘛吼。讲雷蒙吼有进步无？你讲。有啦。你讲出对进步，你甲人分享。这雷蒙吼，来看较青啦。果实呀，较袂啊，较乌乌古古型，较侪，即卖雷蒙拢较青有差啦，较足侪啦。皮沙较水吼。嘿，皮沙水啊。拢无啥物啥物乌乌安尼古型的。袂，这叶啊安尼差足侪啊。啊，叶啊，遮就是吼。遮拢新生出来吼。大哥，你讲叶啊，你的感觉咧？叶啊，甲以前比起来咧？差足侪啦。啊，伊这叶啊吼，拢较乌金啊啦，较青就对啦。青吼，较青安尼，看起来金头哟，吞吞。啊，新的叶仔安尼看，做像大粒安尼，介水安尼，介金。新叶啊。哦，新叶啊，就是顶届用了先生出来。大哥，你的雷蒙有较侪无？这收量袂歹。这边的收量袂歹，今年收袂歹吼。果实的顶届转了的时阵，你的果实有较比以前较侪无啦？有啊。有吼。有较侪，搁较壮吼。嘿。较金头，搁叶头，搁较大粒。哦，比以前你安尼修行较大点安尼哦，安尼有进步啊嘛。大哥，你练功的时阵吼，会继续用无啦？会啦，我用啦。会哦。我踮呾厝无几工尔嘛。雷蒙也袂歹啦。对哦，是的哥。一拍四五点嘛。哦，结果率嘛袂歹啊。嗯。结果率介好吼。有足有诶，一拍拍哦。嘿。哦，十几点咧。安尼哦，结果率真好哦。啊，十几点嘛是介大点吼。拢招匀招匀啦。哦，你的雷蒙有够高，有只咧规拍规拍安尼啊。嗯嗯嗯，生真正是袂少。你前几天才采果吼？还有半头加礼拜。陆陆续续呢，即摆有小果，搁有花呢。有啊有啊，有只几啊盆花啊。哦，真水。啊，树只啊，只有大细粒，只粒就半只啦。哦。一粒就着半只啦。安尼啊。只雷蒙无讲白大粒啦，你要大细粒啊。啊，都按啊，就对遐大粒的先加啦。迄丛嘛白金咧，我即个许树佫有差啦。安尼啊，啊，迄丛白金你甲翕一下。哦，白金佫有翻起吼。有啊。这有差啦，有差足侪许啊吼。嘿。许啊就袂较硬啦，这新许啊许。啊，这嘛生真高咧。
迄阵排金无好嘛，我个家我搁贴个，遐新长个树啊，就足乌啊啦。我拢有厝啊，拢有厝啊，差足济啦。你若收，一半丛啊，嘛有死个啦。即摆树啊，就差足济啊啦。无亲像以前安尼，规区拢黄黄安尼啦吼。以前规区安尼看，拢足无品气安尼啦，黄黄安尼无健康安尼啦。你放，你若树啊健康，你放就青啦。嘿呀，有够绿个，有够绿个。安尼青啦。啊，搁进步，我着足欢喜。连讲吼，上好都小步呢。是啦，是啦，好，谢谢大哥。